娘娘她吃苦耐劳，能屈能伸，一身是劲儿啊！儿子可比不了，这活儿我是真干不下去了。辛苦了。 他都干什么了？都干什么了？娘娘她每天马不停蹄的练武，马不停蹄的为小王爷出谋划策，马不停蹄的陪着小王爷从城南溜达到城北，从城东溜达到城西，踏遍了大半个京城。哎，他进梦庐已是皇德，成日招惹这小王爷又是为何？ 他可有提过何时回来？没有。掌印。掌印，有几个暗桩出了些岔子，还得请您亲自去一趟。悉数余孽。 成日生事，来，跟你，带我去吧。回梦龙继续盯着，走。